能猜到是谁吗？第四名，杨超越。杨超越，杨超越，错，杨幂，都错。这个女孩呢？三个字，长头发，什么颜色呢？你们猜猜？黄色。不会吧？美琪第四。黄色。孟美琪，恭喜你。我要上场了，我要上场了，你们别让我哭，你们别让我哭，不聊了，等着我。美琪为什么第四？山之大哥，山之大哥，大哥，我想说的是，其实我就是可能有一些伙伴不能再继续下去了，但是我有一些话想对他们说，是一句很俗的，我的那个座右铭是金子总会发光，对，这是我一直给我的信念。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是很棒的，不管是排名在哪里，然后不管你离开或者是你还是留在金字塔里边，我觉得你们都是最棒的，所以你们不管到哪里，只要你们是一块好金子，到哪里都会发光，都会看到你。然后希望可以继续加油努力，然后我站在这个位置，我绝对不会辜负每一个对我抱有希望的人。感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。对，大金腿，走了，你在我心里更高。爱你们，真的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我没事。现在上面还有三个名额了，这三位选手获得了女团创始人超过7000万的点赞，成为本轮的三甲。他们是哪三位呢？恭喜，亚米。哇！吴宣仪，最后一名，杨超越。啊！入选前三甲的就是杨超越。请你们站到舞台的中心。加油！加油！春花最美。大哥好，大哥好。我跟你们说，现在我要宣布的是第三名，所以杨超越跟吴宣仪，请你们俩往前上一步。亚米第一。两位，你们在来101之前对自己的成绩有什么期待吗？没什么敢期待的了，差不多没了。你不是说你自己是全村的希望，你怎么会没有期待呢？不是，就我骗你们了。我其实我们村里面没有人知道我在做这个。你骗谁了？骗村里人了？那我骗了全民创作，全民什么创女团创始人。我骗了女团创始人。我其实我们村没有人知道我在做这个，但是现在开始他们肯定都知道我在做这个了。对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打算就是加油，让他们为我骄傲，让我们村也为我骄傲。好好好，骄傲。女团是一个正经的职业，不用骗村里的人。很特殊的。那你现在站在这个位置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我觉得我以前就是一个真的很普通的人，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一些什么修仙小说什么的，就很中二。
然后我小学的时候就成绩也不是很好的那种，就是从小到大就是仰望着别人的那种，然后我突然一下子就站在就是那个顶端，我就觉得有点高处不胜寒，就是就是有点害怕，就是我现在还没有很大的实力，所以我没有那么特别有自信，但是我一定会自信的，然后我跳舞的时候也一定会笑，然后就嘴咧特别大的那种让你们看见，真的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给我点赞。你现在笑一个我看。对着我们呗。牙齿超哥，大拇指。好，那杨超越你想当第几名？我说真话。第三名。说真话。第三名。说真话。那你真的逼我。我就是第三名。为什么不想当第一第二呢？太高了，我还没有那个准备呢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能准备好？等我学会 rap。 哇，老师你为什么笑？跟亚米好好学 rap。 我现在想听的是你们从刚开始录制这个节目到现在啊，就是你们心里最想说但是不敢说的话。我可以说吗？可以。我觉得在下面的很多女生她们都有能力站上去。对，今天的成绩并不代表什么，真的不代表什么，然后我们只要做到自己的最棒，超越自己，然后自己就是自己的那个王座，好不好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你说什么都对。你俩有吗？就是我觉得吧，要不你们在淘汰的人里面抽几个人送个手机啥的呗，就是重在参与，就弄点奖回去啥的，也挺好的。杨超越，说好。杨超越，杨超越。好，现在公布第三名。在杨超越跟吴宣仪两个人当中要进行一个选择。杨超越刚刚说自己想成为第三名，对吧？恭喜你成为第三名。吓死。哎呀妈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我们一起来。接下来呢，亚米和吴宣仪中谁又将成为第一名呢？